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师父，各位居士，各位大德，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讲到这个五位法门啊，那五位法门呢啊，它这个有顺流实心跟这个逆流实心啊。那上次呢我们讲这个顺流实心啊，已经讲完了。那现在呢讲这个逆流实心啊。顺流实心呢是顺生死流，那逆流实心呢现在就是反邪归正啊。那要反邪归正呢，第一个一定要怎样？深信因果啊，一定要这个深信因果啊。所以有这个善有善报，这个恶有恶报啊。一个人呢若能够深信因果呢哈，那他这个大恶啊就不会造啊。大恶不造呢，将来就不堕落这个三恶道啊。所以第一个呢这个忏悔啊，这个逆流实心，先深信因果啊。那第二个呢自愧苛责啊，自我苛责啊。为什么呢？我们呢这个学习畜生法，无惭无愧啊，舍弃这个清净白业呢啊。那第三要怎样？不畏恶道啊。不畏恶道呢说呢这个人命无常啊，一喜不追啊，这个千载常亡啊，忧土绵渺，无有知粮啊。那苦海幽深，传法安济说这个人死了之后呢，因为过去啊所造的恶业啊那因为呢再生的时候造多恶业啊，那恶业因的关系，将来呢会堕落到恶道啊。所以应该要悯念呢这个人命的无常跟着呢第四要什么？当发落莫负瑕疵说应该要怎样呢？表露出来不要隐藏这个过失说呢截毒恶草，急需除之，根肉条枯，原干流竭，若负常罪，事不良久说呢这个我们呢过去所造的恶业说不可不要隐藏说呢就像这个恶毒草一样应该赶快给它拔掉而且拔掉呢应该要连根拔起那这个样子呢这个杂草啊毒草才会死掉那若是说呢我们呢将我们的过失隐藏说呢那也没有办法呢这个永久的隐藏而且呢隐藏过失反而更加恼乱怕人发现说迦摄陀陀令大众中发落，方等令向一人发落，其彼行华但以实心向佛像改革在这个忏悔呢发落的时候呢迦摄陀陀令大众中发落那这一边呢是属于出家人比丘戒这个比丘戒呢这个僧团里面若是呢这个出家人比丘有过失，应该在结抹的时候向大众来发落说自己的过失那达到呢大众呢为你做谅解那因为大家都知道了也谅解你了那所以呢往后你也不再造作但是这个呢我们需要呢高这个道德的标准才可以在这个结抹当中若是说呢
好啦，我向人发怒，说我的过失不是，本来呢，或许大家不知道，或许呢，就只有一个人知道，现在向大众发怒呢，就变成呢，大众大家都知道了，大家都知道呢，但是这个有规定，在结某会上呢讲完了，大家就要把它忘记了，不可以再重提。啊，若是万一呢，有人下来呢，本来不知道，现在讲了，讲了以后变成大家都知道，哇，那这样子呢，就不可以，就譬如说呢，我需要呢，现在临时有事，需要呢，将这个事情写下来，但是我身上又没有带笔。又没有带纸，没有带笔纸怎么办呢？那周围的人呢又不在，那他桌上呢有纸笔，那有纸笔呢？那我们怎么想呢？我们想说哈，那我呢借用他的纸笔一下，我回来呢再跟他说，好了，这个给他借用一下，这个回来也跟他讲了。那后来自己想一想，这样也不对，这个在里面叫做不逾矩，不逾矩就是说人家没有允许啦，但是你什么，你又做了，但是这一种呢，是属于，小小的一种过失啊，不是说什么很大碍，几乎每个人都会的哈，一时的方便嘛，但是就是在大众当中发落啦，那大家呢？这个有的人比较八卦的、比较神经的，就认为呢，这一个人呢，会随便使用人家的东西。我那一次的东西呢，被人家动过，搞不好就是他的。那怎么办呢？那变成这一个人呢，就会遭受到排挤，那这个就不可以了，所以在结某会上讲完了，之后呢，就大家不可以再提了。这样子才可以哈，不然呢，这个这样子发落啊，他的弊病也是会很多啊。那方等呢，另向一人发落，方等忏啊，方等忏呢，做方等忏的时候，必须要请一个这个曾经做过的人啊，曾经做过的人，然后呢，请他当你的戒师。当你的教授师，然后呢，你要行忏悔的时候，就向此人呢来忏悔啊。那说起语行法，但以实心向佛像改革啊。那起语的忏法呢，那我们呢就在呢这个佛像之前呢、向这个以佛像代表佛来为他忏悔发怒，那就可以。所以呢，在这三种忏悔法，哪一个可以讲说是最隐秘啊？第三个，向佛发怒忏悔，向佛发怒忏悔，佛这个谅不谅解你呀、一定谅解，佛的好处就是呢，一定谅解你，而且他从来不会向人家说，说如阴影有欲，复为不治则死，以翻破复常罪也。他就说呢，就像影疾一样，隐疾呢有这个呢疮瘀啊，你若是呢不治疗它，表面上看起来是好好的，实则里面呢疼痛难当。那你若是不治疗它，这样子啊，会毒发而死啊。所以说啊，以此翻破啊这个复常罪心哈。五断相续心者，发落以后呢，说要怎样啊？要断这个相续心，不可以再造作了，
哎，不再相续哈。说若觉果断电，必故不造心，乃是忏悔啊。说呢，已经怎样啊？决定果断了，以后不再做了啊。既然忏悔发怒了，那以后呢，我就不再造作。说这个才是叫做忏悔啊。说忏你更作者，如王法初犯德缘，更作则重。说我们忏悔以后呢，又去造作，那这个就好像呢王法里面一样，啊，说我们世间是一样哦，初犯的人呢判得轻，累犯呢那就判得重了，啊，那说所以说呢，我们刚刚忏悔的时候啊，忏悔完了，就不要造作，啊，就是在造作的时候呢，啊，那个罪业呢，哈，啊，那就比以前还重。为什么呢？因为你去忏悔，忏悔完了又来做，做了就去忏悔，啊，那忏了又来做，那这个样子就好像是在做儿戏一样啊，啊，所以下面讲说，初出道场，罪则易昧，更作难除，啊。初出道场就是说刚刚啊你行这个忏悔法的时候呢，啊，这个忏悔罪就容易消灭了，更作难除，忏悔完了以后呢，你又再去造作，哎呀，将来要除罪就很难。为什么呢？这个就变成一个例行性的工作啊，每一次犯罪那造作恶业，又每一次来佛前说对不起，哎，我错了。然后呢，一出去呢，又来了，来了以后呢，又进来说怎样啊？啊，要忏悔了。哎，如是搞来搞去呢，啊，这个样子就形同儿戏呀。那这样子效果有没有？啊，就变成没有效果了，流于形式上自我的安慰，啊。说以能吐之云何更淡，啊，以此翻破常念恶事心。说这个人的忏悔呢，就像一个人啊，哎，吃了不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呢，哎，这个吃进去肚子里面呢，哈，哎呀，肚子难受，难受以后呢，呕吐出来了，啊，哎。那这个就像说我们人做了不好的事情，然后发怒忏悔，啊，将这个不好的东西吐出来，哎，啊，这个人呢，这个食物啊吐出来以后，那个味道好不好？啊，酸酸涩涩苦苦，还有那个味道相当难闻，对不对啊？啊，那他讲呢，以能吐之，云何更淡？你都把它吐出来了，为什么又吃下去呢？哎，哎，这个有没有东西吐出来再吃下去的啊？有哦，啊，不是牛哈，牛那个是另外的哈，啊，这个狗啊，我就看过，狗啊，狗呢哈，这个吃的东西多了，可能坏肚子还是怎么搞的，它呕吐出来，出来以后呢哈，它怎样啊？闻一闻又吃进去吧，啊，我都见过，啊，哎，那现在就是在讲说怎样呢？这个吐出来的东西啊，是又脏又臭，对不对啊？好不容易吐出来，为什么还要再吃进去呢？也就是说呢，我们既然已经发落了、改革了，对不对啊？哎，那你为什么又去跑去造作呢？啊，哎，所以说呢，哈。这个忏悔啊，忏悔真忏悔就是忏了以后不可以造作啊，不可以再做了，是吧？以此翻破常念恶事心啊。六发菩提心者啊，忏悔完了之后说要发菩提心啊，什么是菩提心呢？啊，菩提心呢，就是利他之心，那也就是慈悲心，啊，那慈悲心也就是成佛的心，
啊，说成佛以后大慈大悲要利益一切众生，啊，所以我们讲说菩萨道发的是菩提心，啊，慈悲心，成佛的心，声闻智力呢发的是这个清净心，啊，离垢心，啊。那第六发菩提心者说，习智安为人遍恼一切境，啊，说呢，过去啊，我们自己只为了自己的利益，啊，哎，所以呢，啊，这个损人利己，一切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损人利己，啊，那现在忏悔呢，说啊，尽广起见计，骗虚空界，利欲于他。用此翻破骗一切处起恶心也，啊，那过去呢，我们是什么样呢？骗一切处起恶心，哎，无处呢不为自己着想，损人利己，所以啊，现在呢应该发起怎样呢？啊，奸计骗虚空界利益于他，啊，也就是发菩提心呐，啊，将来要能够呢利益一切众生，现在我不再造作了。啊，将来我要利益一切众生啊，不再呢自私为己啊。七修功补过者啊，哎，那十一善业作罪不计作业，今善生可意彻力不修，非宜三月安恬江海，以此犯破众之善业心啊。说啊，过去我们呢身可意啊，哎，这个白天黑夜啊都如是的照做啊，那现在呢我们策动我们的身可意，哎，口说好话，哎，这个呢心存善心，身做好事啊，如是呢策力不休，也就是什么日夜，哎，日夜呢都来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啊，说啊，非宜山安恬江海，若是呢没拿整座山呢，如何将这个海给填掉呢？代表怎样啊，啊，这个勤做善业来修补过去的啊这个恶业啊，啊，这样来翻破呢啊众之善业心啊。哎，那这个样子，过去的恶业可不可以消灭？可不可以？不可以。那不可以，那做善业做什么？哎，可不可以啊？说造善灭恶呢，哈，那这个是以呢，现今来讲，啊，造恶，造恶能够让人怎样啊？哎，惊恐，啊，所以呢，造恶呢能够让人呢哈，啊，内心惊恐，哎，晚上呢睡不好，哎，那就是造善呢，啊，造善怎么样啊？啊，内心是怎样啊？愉悦的，啊，哎，内心是愉悦的，人呢晚上睡觉是安稳的。那因为过去呢我们时常啊做这个偷鸡摸狗的事啊，啊，所以呢我们内心不安稳，现在我们不再照做了，不再照做，怕不怕警察啊？也不怕。哎，怕不怕人家来找我们报仇啊？那也不用担心，对不对啊？现在呢我们完全做善业啊，做善业没有这个弊病啊，所以你现世就不再惊恐啊，现世就得以安稳啊。但是呢说呢，这个善使者可不可以灭恶呢？说啊，灭不了，哎，这个呢只不过啊让你现世安稳不扰乱，那我们说是属于灭恶。使者恶因呢，恶因将来还要遭受到什么？哎，还要再加上什么恶果报的啊？善因呢，
将来也有什么？哎，将来也有什么善果报吗？啊、哦，然而因跟果啊，它是不能够相抵的。只不过我们现在透过忏悔法门，广行一切善，内心不惊恐，不恼乱，那我们说呢，我们的恶业已经消除。啊、哦，实则这个消除是福，不是断。啊、哦，是福不是断，啊，所以我们忏悔呢，除了不造作以外，还要呢广造一切善业，啊，广造一切善业，啊，那这个样子你内心才能够愉悦，啊，不恼乱，啊，八守护正法者，啊，说习自灭善，亦灭他善，不自随习，亦不喜他。啊，说过去呢，我们不但自己呀、啊，将我们的善根啊，这个泯灭掉了，同时呢，啊，也灭掉他人的善根，啊，哎，不但是自己呢，啊，这个不能够行善，同时呢，啊，我们看到人家行善，啊，赞不赞叹？也不赞叹人家行善，啊，甚至告诉人家，啊。哎呀，这个是他自己呢，啊，这个没有本事，现在才如是，啊，这个穷困潦倒的，啊，所以呢，有时候啊，在过去说自灭善，亦灭他善，啊，不自随喜，亦不喜他，啊，那说尽所护诸善，方便增广，不令断绝，那现在呢？我们呢，哈，忏悔以后修功补过，而且要怎样啊？守住呢一切善，啊，而且要方便令它增加扩大才可以，啊，就是呢广行一切善，啊，不要让它断了。哎，如何我们人呢才能够不做坏事啊？啊？啊，行善，说人如何不造恶，很困难。防得了早上呢，防不了中午；防得了中午呢，防不了下午；哎，防得了下午呢，哎，防不了晚上。今天防得早，明天呢，又来了，啊，所以呢，施者如何不造恶，行善。啊，就譬如讲去做义工，啊，做义工完完全全为大众，啊，没有呢私人呢的利益，哎，那这样子是不是完全在行善，对不对？啊，所以守诸善法呢，方便增广，不令断绝，就是呢，那最好就是去做义工，啊，广行一切善。啊，说譬如前尘之熏，啊，就像呢怎样呢？这个防劫一样，哎，防盗劫，盗劫来打的时候呢，啊，这个城门四周可不可以啊给他进来？啊，不可以的，啊，不可以哈、啊。说圣曼吟，啊，圣曼经说，守护正法，摄受正法，最为第一，此翻破无随喜心，啊。哎，这个守护摄受这个正法，说啊是第一的，啊，你一个人能够守护正法、摄受正法，那还会不会造恶呢？啊，就不会造恶，啊，所以使翻破无随喜心，啊，九念十方佛者，习清暇恶友，信受其言，啊，今念十方佛。念无碍持，做不请之友；念无碍智，做大导师，翻破顺恶有心。啊，说呢，过去我们呐、啊、亲近呐、啊、这一些不好的人，听他的话，现在呢，必须要怎样啊？与他切割。现在还亲不亲近他？说现在不亲近他。亲近谁呢？啊，要亲近十方佛菩萨，啊啊，
说念外慈啊，这个诸佛菩萨呢有大慈大悲啊，度化一切众生啊，能做呢不请之有，哎，众生只要弃恶向善，菩萨呢就会怜悯他啊，念无碍智做大导师啊，哎，这个佛智呢圆融无碍啊，能够引导我们去恶向善啊，脱生了死啊，那这边翻破呢顺恶有心啊，那所以这里翻破顺恶有心，也就是呢那亲近善知识十方佛菩萨，远离恶有啊，十观罪性空者啊，前面呢都是前方便啊，前面都是前方便，后面这一个呢啊最重要，如何呢忏悔除罪呢啊，就是第十个观罪性空者啊，说了达贪欲嗔恚之心，皆是极净门，何以故？哎，极净门啊，极净门就是什么门？哎、啊，解脱门啊。说呢，了达就是什么？通达贪嗔之心啊，就是解脱门。哎，啊，这个贪嗔痴为什么是解脱门呢？啊，这个要进入到理观啊，因为什么我们会造作一切罪业？因为我们有贪嗔痴，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过往啊所造的恶业啊，为什么我们去造恶业呢？因为啊我们是从我们的贪嗔痴而造作啊。那这个贪嗔痴之心呢是怎么来的呢？啊，说贪嗔之心呢，就是眼根对着色尘而起的，啊，说贪是由什么众因缘所生法，啊，既然是众因缘所生，诸法的实相本空无生，所以呢，贪心是什么？它的真实相是空的啊，贪心的真实相是空，空所造的业呢啊，所造的业那也是空啊，那也是空啊，哎，那《阿含经》里面讲的哈，说有造业，他讲呢有造业无作者，我很听说啊，有没有人造业？有没有造业？有造业，但有没有作者？作者就是呢我，说呢有造业无作者，说有没有一个我啊，在造作一切善恶业呢？说啊，譬如说我们在十字路口这个扶着一个老太太啊，帮她拿东西过马路，哎，这个善的还是恶的？啊，这是善啊。好，说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太太，然后将那个钱包呢不小心啊，哎，你给她拿过来，这善还是恶？哎，这是恶。那若是有个机器人，哎，在十字路口帮老太太拿的东西让她过马路，这善还是恶？机器人哦，
他无心。我问你，善还是恶嘛？善呐、啊。那这个老太太要过马路，这个机器人趁她不注意的时候，将她的钱包，从口袋给夹出来。善还是恶啊？啊，什么应该也不是。机器人扶着老太太，帮她拿东西过马路，善还是恶？善啊，应该不是啊。为什么会有善？啊，善跟恶是怎么来啊？对的，这个善、恶，它是借由分别心而来啊。所以就是依世间来讲，不论是人还是机器人啊，帮着老太太拿着东西过马路，那都是善。你将他的钱包给捞出来，那都是恶，对不对呀？啊，好了，那但是呢，若是呢，造了善，造了恶，将来要不要果报？啊，将来要。那人呢，要不要感报？要，人要感报。好，啊，那确立这个是属于要感报，这个是世间来出世间。对，这个是世间，这个是世间。若是出世间，谁去感报？出世间谁去感报？出世间是空嘛，对不对？那空，那也可以讲说空的怎样啊？感报咯，对不对？那我们有没有去感报？没有。为什么我们没有去感报？为什么我们没有去感报？那我有怎样啊？它分为色还有心，对不对啊？色跟心现在构成这个我，对不对？好了，色我们讲呢，说四大五蕴合合成我，对不对啊？那四大五蕴合合成我，这个是世间还是出世间？啊，这个是世间。那出世间呢，四大五蕴，这个色是由四大五蕴合合而来，这个色呢，色性是什么？对，色性啊，是空的啊。好了，说这个心呢，我们透过时间，透过空间，说心的真实相是什么？啊，心的真实相也是空，色是空，心也是空，合起来这个我呢，
我这个性啊，也是空啊。也是空，那既然我是空的话呢，那谁去感报？有没有一个人去感报？没有一个人感报，所以呢，有造业，有做这件事情，对不对啊？好，扶老人家过去，还是把他的钱包捞出来？有没有这个事啊？有，但是。有没有一个人在造作？没有人在造作，一切都是怎样啊？因缘的和合，一切都是因缘的和合啊。但是呢，说因缘智慧机会时，果报还自受。那这个是世间还是出世间？对，这一句话呢，它是属于世间。刚才我们说啊，没有作者，这个是属于出世间，对不对啊？那也就是说，你若是证得空性以后，证得空性以后，那还有没有善恶？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有没有天堂跟地狱？没有，空中也没有天堂跟地狱，对不对啊？那所以你造恶了，谁去下地狱啊？没有人下去下地狱，有没有人上天堂？那也没有人去上天堂，一切都是什么空性无声，那若是未证空性呢？未证空性，这个时候还有没有我？有，那时候还有我，哪怕证得出国、二国、三国，都还有怎样啊？少分的我，对不对？都有少分的我，那少分的我，这个时候。果报会不会现前？会。对，果报就会现前，果报就会现前，那就变成有没有人去受这个果报？对，有，就变成有人去受果报了，所以这里呢，你要看到有一个世间说，有一个呢出世间说，那一定要先深信因果有因缘果报。跟着再入到出世间的空性，这样子才能够解脱，这样才能够解脱，因为你大谈出世间呐，大谈出世间可以，问题呢？出世间需要一个什么？出世间法，的前提需要一个正量的问题，这个正量。正量的问题，有造业无作者，当然没有作者就不受感报啦，对不对呀？但是你要有这个正量才不受感报。若是没有这个正量呢，说因缘际会时，果报还自受。所以我们不可以呢讲这个出世间空性理，给他讲到。世间因果都没有了，它有牵涉到一个正量，还有一个实际的问题，所以这边在讲时观罪性空者，说了达贪欲嗔恚之心，皆是极净门，贪嗔痴之心啊，当下就是解脱门，说为什么？说贪嗔作起，在何处住？这个贪嗔呢，若起来呢，它在哪个地方啊？所以这个贪嗔之心啊，就像什么呢？就像台风。有没有台风？有台风，对不对啊？我们有贪嗔之心，对不对？但是这个台风从哪里来？有没有一个来处？没有一个来处，那有台风这个东西，那台风来了，这个东西说去哪里？说也不知道，
啊，那说这个贪嗔为什么本空？这个贪心有没有一个来处？说从哪里来？啊，这个嗔恨心啊，从哪里来？有没有个来处啊？嗔恨心是因为我们眼睛看到尘色尘，看到你不喜欢，所以我就升起了嗔恨心，对不对啊？所以嗔恨心是从我的眼睛看到你而来，对不对？那若是因为我的眼睛看到你而来，若是真的话，若是真，那说关这个眼睛有没有嗔？眼睛有没有嗔恨心？没有，没有嗔恨心。若是眼睛有嗔恨心，就不需要看到你，对不对？啊，眼睛没有嗔恨心，那你有没有嗔恨心？若是你有嗔恨心，那是你在嗔恨，我怎么会变成嗔恨呢？但是呢，眼睛没有嗔恨心，你也没有嗔恨心，两个加起来怎么会有嗔恨心？就像台风，本来没有台风，跟着高气压跟低气压，对不对啊？跟着就产生台风，对不对啊？你的眼睛没有嗔，对方也没有嗔，为什么两个对上眼你就会产生嗔？为什么？因缘和合，因缘和什么和啊？刚才我们不是讲过吗？这个换一个，不要贪，用嗔。眼根里面有没有嗔？没有嗔。色尘有没有嗔？没有。没有。两个加在一起有没有嗔？没有。没有，那你怎么会有嗔？怎么换一个又不会了呢？有嗔，那世间还出世间？世间。对，世间。没有嗔呢？出世间。没有嗔是出世间。那为什么没有嗔你会嗔呢？因为有我啊。因为无明，于理不明。于众因缘所生法，实相空性无生，知理不明，所以才会染生危急，于无生中强作有我，所以我称啊，所以这个是属于无明，才会变成呢升起这个嗔恨心。那说这个嗔恨心若是真的话，就真就不是假咯。既然不是假，这个真就要永恒不变，那你就应该要一直撑下去，对不对啊？结果呢，你现在看到他很生气，一转头又看到另外一个人，又很开心，奇怪，这个撑跑去哪里啊？所以这个撑呢，来啊，没有一个来处，去呢，也没有一个去处。所以这边讲，看着文说啊，贪嗔若起，在何处住？也就是说啊，贪嗔在哪里呢？可不可以找得到？找不到。说啊，知此贪嗔住于妄念，妄就是不正确。为什么会有贪嗔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妄想心。什么妄想心？刚才讲的无明无明妄念助于颠倒，颠倒就不正确的知见了，因为我们助于不正确的知见，
那颠倒呢，注意身见，因为不正确的自见，染身为己啊，这个身是我的啊，身见注意我见啊，因为有身，所以就怎样啊啊，就有我了。我见则无住处，那我在哪里？说啊，无住处啊，哎，十方地球我不可得，哎，十方求我，哎，说我在哪里呢？可不可以找得到我？啊，找不到一个什么啊真实的我，说我心自空，罪福无足，身达罪福相，遍照于十方，令此空慧与心相应。啊，说呢，十方地球我不可得，啊，我不可得，心呢也不可得。啊，所以所造的罪呢，善恶业呢，罪福善恶业，那有没有一个我？啊，也没有。啊，身达罪福相，就是嘛，穷尽啊一切法，啊，遍照于十方，啊，穷尽一切法，等同于十方一样，令此空慧与心相应，让你的心住在空性中。心一空，哎，那罪跟福呢，也就空了。啊，你说呢？人很快乐，哎，人很快乐是什么在快乐？是身体很快乐，还是心很快乐？啊，心很快乐。说人很痛苦，是身体在痛苦，还是心痛苦呢？啊，说心痛苦。啊，所以呢，心若是住在空性中，一空一切空，我都没有了，那还有没有所谓的罪跟福啊？也就都没有了，啊，啊，所以呢，哎，那像这样子灭罪，到底是谁帮你灭？啊，自己灭呀，自己灭呀，自己可不可以灭罪？可不可以？可以嘛？你自己不空，人家说你空，你就空了。头跟你摸一摸，你就真的解脱了。哦，别傻瓜了是吧？啊，在这里看，你的心跟空相应，住在空中，那一切都空了。啊，生死也空了，啊，所以呢，忏悔是靠自己，啊，心下去转，心下去转，啊，所以这边讲令空慧与心相应，啊，心空一切空，啊，譬如日出朝露一时施，啊，说啊，就像呢早上太阳一样一出来，啊，这个露水呢一时就消失了。那也就是说啊，我们呢所做的罪业啊，啊，说罪业就是有十的话呢，说三千大千世界啊，都容纳不了一个人的罪业啊，因为人无始以来生死轮回造作那么多业，对不对啊？而罪业就是真的有的话呢，说三千大千世界啊，一个人的容量啊都容纳不下啊。那这个罪呢，如何消除呢？啊，只要你心证入空性，那一空就一切空，就好像朝露出来，对不对？不，就好像太阳出来，朝露呢就不见了。啊，说一切诸心皆是极净门，是极净故，是翻破无明昏暗。啊，哎，说一切诸心皆是什么解脱门啊？哎，这个翻破这个无明昏暗，啊，这个穷根呢、啊、救敌啊，说是为十种忏悔，顺涅槃道，逆生死流，能灭四重五逆之过，啊，这十种忏悔呢，啊，就是顺着解脱门涅槃道，啊，逆这个生死轮回，啊，能消除呢
我们的侍从忤逆之罪，啊，说若不竭此心，全不是是非，云何忏悔？啊，设诸道场，徒为苦行，终无大益。说呢，若是不了解此时心的话，那也就是呢，对跟错你都不晓得，那如何来忏悔？哎，就是说呢，你想要来忏悔，但是呢，事项跟原理都不知道，那你如何来忏悔呢？这样子啊，哪怕你入道场，啊，修法，说啊，徒为苦行，终无大益。哎呀，这个只是一个怎样啊，苦行而已，啊，苦行就是呢，这样子只不过是劳其筋骨，终无大益，啊，不能够得到大利益。啊，哎，这里呢，终无大益，也就是说啊，对于啊，出生了死的解脱呢，哈，这个没有帮助。哎，那你若是入道场，只是这么样子苦行的话呢，哎，有没有得到一点利益啊？有啦，也是有，不是没有。啊，种个善根啦，哦，这个在那边礼拜啦，哎，这个呢，哈，这个身体动一动啦，对身体的健康啦。啊，多少有一点好处啦，啊，但是这里讲说啊，终无大益，就是说这个你若是不了解你的哈，你只是进去跟人家诵经礼拜呢哈，那这个对于解脱的哈，没有得到大利益，啊，说涅槃云，啊，涅槃经说，若言劝修苦行是大涅槃精进者。无有是处，即此一也。是名忏悔世中重罪也。啊，大波涅槃经里面讲说啊，若是劝人啊，啊，这个勤修苦行的话，是大涅槃的这个净因缘的话，说呢，无有是处，不可能的。说苦行了，啊，哈，是大涅槃的因缘，说不对。哎，为什么不对呢？说精进才是，啊，哎，我们讲呢，说这个精进跟苦行，说呢精进呢，哎，等不等于苦行？哎，等不等于？哎，不等于哈，哎，苦行等不等于精进？啊，等于哈，哎呀，你怎么这么颠倒？精进跟苦行有什么不同？啊，为什么佛弟子呢努力用功呢就叫做精进，外道你就叫人家说是苦行？对啦，也就是说啊，你如是运作可不可以去向解脱啊？那要去向解脱的话呢，那要不要这个劳其筋骨？要不要？要，我们必须要劳其筋骨，所以精进啊，一定是苦行。但苦行是不是精进呢？说呢就不等于啦，这边不等于啊，哎，要看呢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解脱之理啊。若无解脱无生之理的话呢，你再怎么用功？啊，那都不得解脱，啊，所以我们讲说精进啊是苦行的一种，啊，精进一定是苦行，但苦行呢，啊，不一定是精进，啊，我们休息一下哈，跟着呢我们来讲四理两忏十法灭罪，啊，前面的逆顺时心呢可以讲说呢，忏除呢。啊，这个世间的罪业，啊，哎，那真正的要除罪呢，啊，那从这一边呢，四理两忏十法灭罪而说，啊，说忏见罪者，啊，啊，以见惑故顺生死流，如前说，啊，见惑故，见惑是属于理。啊，是属于理惑，啊，因为呢，于众因缘所生法，
实相空性，无生之理不明，跟着染生为己，以贪相应，造作一切罪业啊。所以首先呢，啊，这个于理不明啊，所以我们就顺着生死流啊，而生死轮回流转啊。这前面讲了，说相运时心，复视为忏，忏顿死罪啊。在忏悔当中，我们在附上四忏，四忏就是呢，这个贪嗔痴，这个我们造作一切罪业啊，所以这边忏呢有这个见惑，也有呢啊这个思惑啊，说今复礼忏啊，现在呢我们呢用这个礼忏。啊，离是指呢空性无生之理啊。那当然这个理呢，你也有怎样呢，空性无生理啊，也有空观的无生理，也有假观的无生理，也有中道观的无生理，但是基本上啊，它呢本体都是用空性无生为体啊，也就为他的理啦啊。说今复礼忏啊，就是空性无生忏。说见忏历史罪啊，见忏历史，历史罪这个历史就是呢指见惑无历史啊。那思惑呢是五顿时啊，所以呢今复礼忏，见忏历史罪啊，用这个庄严言守身法，实相空性无生之理，来破除啊这个见惑啊。说然见心猛炽，起众烦恼，应旁用事助啊。但是呢，我们啊这种我见之心啊是非常的猛烈。为什么非常猛烈呢？说无始劫以来啊，哎，我们呢就染身为己了，而造作一切罪业啊。哎，所以现在想要这个忏除呢啊这个罪业，解脱生死轮回呢，那应该旁用四助啊，说还要加上呢对治的方法，只有做理观可不可以？哎，不可以的。哎，就像说，啊，说呢一个人呢哈，很喜欢买东西，哎，有购物狂，有购物狂，哎，那怎么办呢？如何才能够戒掉购物狂？不让他出去。这也不是办法，这人会关疯的，对不对啊？哎，你说呢？哇，你是爱买的会员，对不对啊？哈，啊，很喜欢买，那怎么办呢？啊，第一步，身上不要让他带信用卡，对不对啊？啊，用信用卡再刷呢，哈，心是不痛的，对不对？啊，所以第一个，不可以让他带信用卡，哎，让他到处乱刷。第二个呢，不是不让他去的，哎，要让他去，哎，身上少带钱，哎，500块就好，对不对呀？买完呢就算了，哎，对不对？哎，那这个样子呢，你看也没有信用卡，身上现金也不多，欸，他会不会大袋小袋提回来？啊，他就不会嘛，对不对？啊，欸，所以这里讲啊，说呢，我们这个我见之心啊，非常猛烈的，所以呢，这个呢，还要用其他的事助才可以啊，对治的事项，光是有理观不行，欸，我们老是嘴巴讲空空空就空掉了，对不对啊？欸，但是呢，逆境一来，可不可以空？
啊，不行，顺境一来，哎，是不是自己又开心得要命？对呀，所以不行的啊。哎，说如服下药，虚加霸道，哎，令卦泄劲敌，啊，是故翻译实法以明参见。说呢，这个就好像呢，服这个怎样啊，泻药一样，服泻药还要加上什么？哎，霸道，哎，让它怎样啊？霸道也是泻药，吃了泻药又加上霸道这个泻药，哇，怎样？拉死你！啊，泻得更彻底啦！说这样子才能够呢，泻得彻底，所以现在呢，一样用实法，哎，来明忏悔呢，这个贱货，一翻破不信则，说几点生见心，令是无明苦集。翻破不信呢，现在就是呢，将你的身心用你的身心来让你知道这个无明烦恼的因缘在哪里说就像如玉陀蓝佛哎得非想定，世人从之如佛，不是苦集报尽还堕说玉陀蓝佛呢得到这个非想定那非想定呢？佛说出的不想，系的还在那因为呢，外道认为非想天就是涅槃的究竟处，所以修非想定烦恼不起但是他不知道这个烦恼因的来源，哎，为什么会生死轮回呀？他不知道。哎，他只是一味的修定而已所以他有定，没有呢出世间的慧说报尽还堕上了飞翔天八万四千劫以后呢天人呢寿命享受完了，说还要再堕落说须跋陀罗得飞翔定，虽无初翔，但有细翔。须跋陀罗。这个是佛呢，临入灭的时候，最后度的弟子，这个以前人告诉他，世间有佛出现，你呢赶快去见他，他一直认为，我的修行修为这么高，为什么要去见他？到了最后佛要入灭了，他看见有人呢，匆匆从前面走过来，问他，这个来人为什么是从哪里来呀？为什么行色匆匆啊？他讲了哎呀，这个世尊要入灭了，这时候他一想，哎，我再不去的话呢，可能以后再也没人好问了，所以他才去到，哎，这个跟世尊见面，听闻世尊所说，马上开悟证了四果，那世尊已经要入灭了，哎，他讲，哎，世尊已经要入灭了。那我呢留在世间那也没有什么意思啦。于是乎就在世尊入灭之前他也先入灭去了。说常爪立志，而受不受说这个怎么样啊？常爪立志这个巧反菩提，舍利佛的母舅俗家的母舅，此人呢这个智慧甚高在外道呢算是第一个。他讲不受一切法，因为不受一切法，那你再讲有没有用就没有用，他以此呢跟世尊论战，谁输了呢，谁要砍头，所以呢，他先立法，我不受一切法，你讲什么都没有用，我不受，所以世尊就讲，你受持佛。那你是不是又受了一个不受一切法的受啊？原来你还有受，你不是不受，所以你这个不受是什么？假的不受，不是真的不受，说吧，高杂外道尚未出见，非是涅槃况出前者，
上不逮蓝佛而言是真道，岂非大辟？说呢，这个外道啊，智慧高超的人啊，都还没有上出呢，都还不出啊，这个直见啊，他们都不是涅槃之道，何况说我们出浅的人啊，又不及呢？这个玉兰佛陀，玉兰佛陀前面讲，他得到什么？非想定。你看呢，外道得到非想定，都不是解脱之道啦，那何况我们这些人，对不对啊？而说是怎么样真的解脱道？那不是很大的过失吗？岂非大辟？那前面呢，我们讲呢，说这个长爪立智而受不受，对不对啊？他不受一切法，世尊说受，此不受一切法佛。那呢，不受一切法是什么呢？不受一切法是空还是有？不受一切法是空还是有？那若是呢？再调过来，这个空还有？这是有？怎么还是有呢？那受持一切法不受呢？这是有还是空？怎么逻辑观念这么差？好了，我们不吉利啊，我们来讲说空和有。空呢我们呢这个起心动念举手投足一定是落入到这两个其中的一个，对不对啊？好了，那我们举手投足，这是空还是有？这是有。那静默不动呢？叫空。那出世间的正见呢？是空还有？出世间的正见呢，是空还是有？出世间的正见是空还有？出世正见是空，那有呢，就变成邪见了吧？不能够这么看哈。那以出世间呢，我们三藏教来讲中道，什么叫中道义？说不偏为义，说不偏为义，离两边。说空说有皆不对，那你说话一讲出来呢，不是落入到空有，对不对？那我们讲呢说破有的当下就是空，那破也可以讲说破的当下就是什么，就是力啊。破的当下呢，那就是力。所以破有就代表呢入到空。那可不可以再讲？可不可以？就不可以再说了。说呢就变成落入到怎样啊？空相。说就落入到空相。
啊，哎，所以我们前面呢，哈，在讲这一句话，有时候呢也很危险。我们讲观众因缘所生法，对不对？啊，实相空性无生。啊，这一句话有时候就会落入到我们这一边。你看哦，经中呢，都是只有讲众因缘所生法，有没有？后面这一句实相有没有讲出来？时常看到众因缘所生法即是空，对不对？啊、哦。马上转为空了，哎，那因为大家不晓得，所以我们重新示意给你听，才会讲说众因缘所生法，实相空性无生。啊，但是这个空性无生呢，一讲出来呢，会不会就落入到有一个实相？会不会？啊，哎，这个。落入到怎么样一个这个实相无生，会不会啊？会哦，也是会的哦。哎，所以你这样念久了之后，好像什么有一个无生的东西。实则刚才我们讲说中道，在讲这个中道啊，说离两边，离两边再代表呢断肠二见，哎，说这个断肠二见，啊，你落入到有不对，有就世间，空呢就变成一个什么，空无断灭，什么都没有，啊，就要变成波无因果，啊，这样子也不对，啊，所以破的当下呢，就是立，在讲出来的时候，有时候会变成呢，哎呀，有一个实相这个东西。哦，有没有？那要预防啊！你在落入说有一个实相这个东西，那所以破即是立啊。那他在讲这个呢，在讲说怎样呢？不执取，你不要执取，不执取就落入到出世间，一取就落入到。世间啊，所以这边在讲呢哈，哎，他这个不执取啊，哎，我们休息一下哈、哦，刚才我们讲这个实相之理呀、啊，是这个空性无生啊，从这个无生当中呢啊来看这个世间啊，世间呢是有是非善恶啊，那在无生中呢。说啊，这个无生里面呢，没有是非，没有善恶，啊，哎，但呢，说呢，哈、啊，说这个无生呢，非因果法，但又不离开因果，哎，不要弄到最后没有因果的哈、啊，哎，但又不离开因果哈、啊。那我们看到，哎，这个文说世人爱着观空智慧，世事不知。名为无名，啊，世人爱着，这里是指外道呢，啊，还是我们的凡夫呢，啊，哎，这个人呢，啊，依己所爱，啊，执取，啊，这个观空的智慧，啊，那外道讲到空，啊，哎，这个说呢，于己，啊，于人则空，于己呢，哈，啊，则有，啊，不然就是断灭思想。啊，说啊，世事不知，名为无名，啊，不晓得呢，真正的空性啊，这个无生意，啊，这个实相不知啊，那这个叫做无名，而其伪从依见造行，啊，因为啊，于理不明，啊，于理不明呢，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有染身为己。啊，有我就有什么？我执我见，啊，我执我见呢，而造作诸行，啊，
啊，那顺境呢，则爱；逆境呢，则嗔。啊，哎，那这一些呢，啊，顺境、逆境、爱嗔呢，都是因为什么啊？我见而起啊，而造作。说见行一色，即是名色。那为什么我会造作呢？因为是爱着尘色啊，所以叫做名色。名色即是苦等，迷苦起于爱有。名色呢，就是苦，哎，外尘是苦，因为呢，迷于苦啊，所以我们怎么样起了爱有？爱就是执着啦，内心喜爱，一爱一执取就有，有业就成啦、啊，那所以就有生死未来啦，流转相续。啊，说岂是极昧？哪里是极昧呢？啊，所以在这个说世间，小圣说世间要怎样？小圣对世间啊，要说厌离。我们说世间，世间是无常的，啊，世间是无常，因为它一直在生灭、生灭变异，所以世间是无常。啊，那小圣跟大圣的说法不同。小圣对于世间呢要厌离，啊，因为厌离他才能够有出离心，啊，断生死，啊，大圣呢知道世间本来就是无常，说啊本来它就是无常，所以需不需要厌离？说不需要厌离，就像说，哇，我现在肚子好饿，所以我跑去吃东西，啊。哎，我肚子很饿，跑去吃东西，哎，需不需要逢人就说，哎，我去吃东西的，要不要很兴奋？要不要？不要啊，为什么？是再自然不过的吗？就像你口渴跑去喝水，要不要相当相当的感动啊？逢人就说，啊，不需要吗？口渴本来就是喝水嘛，这是什么？自然本来的事情。对不对啊？啊，所以呢，大圣来讲，世间是无常，不说厌离，啊，世间本来就是无常啊，哎，但是小圣说什么要厌离，啊，他不同，啊，说啊，若为生死尽者，乃是慢愚，啊，上面所讲的呢，说透过上面所说，啊，说若是这样子是生死。啊，就穷尽了啊！这是怎样啊？轻慢之余，夫无明见心为道，非道为道，非因即因，名为见其，岂非因道？啊，说呢，无明见心为道啊，无明啊，这个妄想心呐、啊，妄想心为道啊，不是解脱道，说为解脱道啊，不是呢，正因即为正因，这个叫做戒取。啊，哎，啊，岂非应道啊？这个就像是怎么样啊？啊，剽窃一样啊。那这个名为戒取，戒取就像说什么呢？啊，这个外道讲啦，啊，这个牛戒啦，啊，这个狗戒啦，啊，这个鸡戒一样。说呢，啊，这个不是涅槃的因，即为什么涅槃的因啊？说护未来三途苦报为涅槃，此事见其非果即果，是为果道。啊，说未来三途的苦果报呢？啊，认为未来三途的果报为涅槃的正因。那、啊、因为前面戒取有了这个戒取不正确的知见，啊，非道为道，所以呢换来未来的三途的苦果报。啊，认为未来呢啊此为涅槃因。啊，说这个叫做见取，啊，非果即果，是为果道啊。说身边邪见，其事可知，如此见心，乃是苦集，非灭道也啊。那身边呢？啊，这个不正确的知见啊，说由善可知啦。如此的见心，乃是苦集啊，世间的轮回。啊，非灭道，非出世间的解脱道啊，上非三正道昧，岂是摩诃眼道昧啊？连小圣的出世间
啊，灭除烦恼的解脱道都不是啦，哪里是大圣的解脱道呢？说若人如是，即知世间因果，复是出世因果。啊，人呢，若是能够如是了知，就能够知道世间的因果，也能够呢，啊，正视到出世间的因果。故大品云，啊，所以呢，大品般若经说，般若人是世间相，所谓世是道非道，是为生是见心苦集也。啊啊，这个般若经讲呢，啊，说这个众因缘所生法，世间如何来啊？世间是透过众因缘合合而来，啊，所以这里讲般若啊，人是世间相，啊，说世间是众因缘所生，啊，所谓世是道非道，什么是正道，什么呢？啊，是邪道，啊。这个就是生是见心的苦集，啊，知道世间的因果，啊，说又生者非但知无明苦集，亦是三藏因果，亦是因缘生法，即空四谛因果，啊，这边应该分两段哈，哎，说又生者非但知无明苦集，亦是三藏因果，啊，说这个般若进一步讲，不但是知道呢世间轮回的苦集，也知道小乘三藏教出世间的因果，啊，哎，三藏教出世间的因果说知怎样啊？知苦断集，目灭修道，啊。说亦是因缘生法，即空四谛因果，哎，前面是藏教，这里呢是通教，哎，知道因缘所生法，啊，哎，我说即是空体空观，啊，四谛因果，要复生者，亦知因缘即假，无量四谛因果，啊，有没有看到无量四谛？有没有？哎，无量四谛哪一个教所讲？啊，别教啊，说再深一层也知道啊，这个呢，假观啊，因缘所生即假，无中生有啊，无量四谛因果。说又复生者，亦知因缘即中，无作四谛因果，于见心俱是一切因果啊。这里因缘集中无作四谛是代表原教啊，有没有？那你看这个呢，你从它的字眼来做分析啊，你看这边就会看到藏通别圆啊，哎，那这边因缘集中啊，一切无非都是空性的弦，说法界观无作四谛因果啊，说于见心俱是一切，啊，故大经云，哎，大波涅盘经说，于念心悉能称无量生死，是名不可思议，故名生性破不性也。啊，大波涅盘经里面讲说，一念心啊，能知无量的生死，啊，这个叫做不可思议法，啊，那这个叫做生性。破不信，那所以这一边呢，四理两忏已经入到出世间，啊，出世间有什么藏通别圆四教之说，啊，啊，所以从这一边是解脱生死轮回，二身从惭愧者，啊，说不见我心中三谛之理，名惭愧，啊，什么叫惭愧呢？说不见了心中三谛之理，哎，心什么叫心？心就是理，啊，所以一念心起，即落入十法界，啊，所以心即是理，啊，那这边出世间说不见心中三谛之理，啊，就是不能够知道出世间呢，那这个叫做惭愧。啊，
啊，你看这一边都是讲无漏法，啊，说且曰理观论人天者，啊，现在用理观来讲，啊，所谓的人天，说忏干秽性地之人，愧世国敬天，啊，三十心人，十地一天。五品六根清净之人，四十二位天，例如作意得报，名为人；自然果报，名为天。二种天人亦复如是。啊，方便道名为人，真理显名为天。啊，现在我们先看例如这里，例如作意得报。啊，名为人，自然果报名为天，啊，二种天人亦复如是，啊，说人啊，造作善业，啊，造作善业，你全做善业，那全做善业，哎，会不会下恶道？人一生行善，一定是怎样啊？升天吗？对不对呀？啊，不可能下恶道的嘛，所以这里看看。例如作意得报，名为人。作意就是什么？有为造作，有为造作做什么呢？造作善业，对不对啊？自然果报名为天，那因为呢，你都一直造善业嘛，对不对？因为你的善业啊，做了太多了，所以呢，不升天说可不可以？说不可以，哎。为什么不可以？由不得你呀，啊，因为你善业太多了，所以一定要升天，哎，所以要下地狱呀，说不可以，做畜生也不行，一定要升天，哎，那换句话说呢，你恶业造尽了，不下地狱可不可以？说也不可以，啊，那这一种就是什么？自然感报。啊，自然感报，说二种天人亦复如是，色界无色界天呢也是一样，啊，方便道呢，名为人，哎，真理显，名为天，啊，方便道名为人，方便要怎么样啊？加以作意，啊，真理显，真理就代表实相，啊，实相之理，啊，正呢。啊，这个就是天，啊，那翻回来看，翻回来看说，忏干秽性地之人，愧世国敬天。这里大家有没有看到？哎，看到什么东西？干秽性地有没有？还有一个什么？世国，啊，世国敬天，啊。干秽性地之人，啊，这是哪个教？啊，通教，啊，我们呢，通教用十地，啊，那干秽地、性地，干秽地呢是属于，哎，外凡位，性地呢，哎，内凡。哎，释迦行，啊，哎，八忍见地，见地是属于呢，啊，是属于见道位啊。那见道位呢，对于前面藏教来讲，和四果位啊，哎。那到一半地呢，就是等于是四果位，啊，那所以呢，忏干秽性地之人，愧世国敬天。那这边通教讲的是属于共般若。啊，共般若呢？是属于呢什么？入正空性，无生
为终极究竟，所以入到空就可以的啊。所以干慧性地外凡内凡的成就在哪里？在见地啊，慧是果净天，就是见地、薄地、离欲地、已半地，入空性无生，断除烦恼啊。那三十心十地一天，三十心啊，哎，这一边是讲哪里？这一边就是讲别教，别教呢五十二个位阶，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啊。那外凡呢？外凡是哪个位？啊，十信是外凡，内凡呢？内凡三十心啊。十住十行十回向称为三十心，若是配对鸾顶人是第一呢？十住是鸾位，十行呢顶位啊，十回向是人是第一位啊。初地呢啊，初地它是见到位啊，破无明正法身，对不对啊？啊，哎，那所以这边讲三十心人十地一天啊，哎，就是在指别教啊，入正法界为终极究竟啊，哎，所以啊，禅三十心。十住十行十回向，哎，愧十地一天啊。那跟着来讲，五品六根清净之人，四十二位天啊。这里五品六根清净之人，四十二位天，这里是在讲原教。啊，你看原教出现一个五品弟子位，对不对？啊，十信六根清净位啊。那这一边原教五十二个位阶，在十信之前加开一个五品弟子位啊。哎，那这一边呢，十信是六根清净位，初住是见到位啊。所以这边五品六根清净之人。啊，哎，愧呢四十二位天啊，那天呢这边就是指十相之离啊，十相之离啊，所以这边就有藏通别圆啊。哎，藏教有没有啊？藏教呢没讲哈。哎，这里藏教为什么没有讲？这里没有讲藏教哈，我们只要讲什么通别圆，对不对呀？哎，藏教怎么没有讲呢？藏教啊，他只是自立声闻人啊。这一边大乘的忏悔法呢，一定要发菩提心啊，所以这边呢啊没有从藏教讲哈，哎，而且这边是讲理观啊，哎，理观啊，藏教也是讲什么啊？讲这个事啊，说见心造罪覆三地离，不逮三种人天啊，三种人天就是通别圆，是故惭愧翻破无惭愧心也啊。那这边见心造罪覆三地离啊，也就是鱼呢啊，这个空假中三观之理不明啊，所以呢啊，使这个三地之理而隐藏啊，不能入通别言三种人天
啊，所以惭愧翻破无惭愧心啊。那这边再讲大圣法三不畏者，知见心造罪，此过深重啊。说啊，知见心造罪，此过怎样啊？哎呀，非常之深重啊。大论说，诸佛说空义，为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啊。这个佛说呢，哈，临见只有如虚迷啊，不知空见呢，如戒指，说呢众生着空，诸佛所不化。那佛为什么要说空呢？啊，原来是对治有见，有见的人啊，这个常见的人，对治这个常见的人，所以诸佛才说空啊。说呢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若是还见到有一个空呢，那诸佛啊说啊不能化。为什么不能化？破除空就变成什么？对，就变成有了吗？对不对呀？而且空可不可以破？空可不可以破？说呢，经中时常讲说实相呢，如虚空不可破啊。说虚空，虚空呢说什么？刀割不坏，鸟飞不破，烟不能燃，水呢不能湿啊。那有没有办法破坏虚空？不行。说啊，就像实相，你看呢，实实真不真？对吗？实就是真嘛，真就是常，永恒不变。既然是永恒不变，是常，你怎么破坏它呢？有没有办法破坏？没有嘛。所以实相呢，不可坏。实相不可坏，那我们为什么大圣破小圣？为什么？为什么？不是说实相不可坏吗？那大圣为什么破小圣啊？那不是坏了实相啊？是不是？是不是？不是，怎么说大圣破小圣？大圣有没有破小圣？没有啊。是啦，是没有啦。所谓的大圣破小圣呢，这一边不是在破事相，是在破他的什么理说，破他的理。小圣证空而住空，大圣呢证空不住空。所以呢大圣证空能用，说小圣证空不能用，说他的怎样啊不足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叫做破，实则不是真破啊。也就是说啊，他的法义呢不够圆满啊。那所以佛说空义啊，是为离诸见啊，为了呢对治这个什么常见的人啊。所以若复见空，诸佛所不化，我今犹见而起大罪，
说啊，现今我就是由于我见啊而造大罪业，此见洁净他方欲生啊，此间结坏了，哎，他方的地狱又怎样啊？升起来的，此间结成，凡来此处啊，那此间结成，地狱又来，那你又怎么样？来到这里生，对不对？说啊，如是辗转无量无边，啊，哎，说若说果报所受之身，当涂热血时，说呢，若是讲到这种苦果报啊，所受的身体呀、啊。当吐热血时啊，人啊，简直是吐血而死啊！说所受之苦严不严重？非常严重啊！所以说，故知见罪啊，见罪大众啊，一切的罪业从哪里来？都是我见来啊！一切的罪业啊，都是我见而来啊！为什么要损人利己？就是因为我见嘛。对不对？啊，说既非无漏不出生死，烦恼正业堕落何已？说多不是无漏法，非出现出世间的无漏法。哎，既然非无漏法，就不出生死。哎，那贪嗔痴呢？啊，滋润啊你的恶业。哎，那你说不堕落三恶道？哎，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啊，说一病不追，永无出入为意，啊，故生大不畏，翻破不畏恶道心。说啊，一病不追，啊，人呢死去以后啊，再也没有怎样啊，啊，再也不可能看到太阳出来的，啊，所以应该升起大不畏，啊，翻破不畏恶道的心，啊，啊，这里就是生不畏，啊。是发露者，发露表露出来，说从来诸见而生爱着，复此三谛不能决定生性，啊，说过往呢，因为我们的我见，哎，而生产生了我爱、我执、我着，哎，所以呢，啊，这个三谛之理呀、啊、不明，啊，现不能够产生呢决定的信心，啊。今知见过失，发却三理，无所隐晦，显其地性，视为发落翻破，复常罪心。说啊，现在知见过失，知道我见的过失啊，哎，我见什么过失？于三谛之理不明的过失啊，哎，现在知道过失，所以呢，此三理怎样啊？消除啊，无所隐藏，显其地性，所以三谛之理能够显发，这个就是翻破复常罪心也。无断相续心者，三谛之观悟令有见，以八正道治三惑心，断而不息，此翻破相续二心也。说三谛之观，哎，空假中三观，悟令有见，不要让它间断啊！哎，以八正道之心啊，治理我们这个三惑、见思、尘沙、无明啊，断而不息啊，不让它怎样啊延续下去啊，此翻破呢相续的二心。六发菩提心者，即是缘三谛理，皆如虚空，空者无边悯伤，一切普令度脱。哎，发菩提心呢？说什么呀？就是缘三谛理啊！大圣一开始啊，这个缘真谛也好，缘熟谛也好，缘中道谛也好，大圣跟小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发菩提心啊，所以呢，这个发菩提心啊，就是缘三谛理啊。三谛理呢，实相之理如虚空，说空者无边，悯伤一切，普令度脱啊。说既然呢，这个三谛之理如虚空，空者怎样啊？无边，
空没有边际啊，而且悯念一切众生啊，多让他们度脱啊，像《金刚经》里面讲的啦，不令一人独得灭度，皆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啊，哎，度化一切众生，多让他成就佛道啊。说习迷此其惑，有无边故，罪亦无边。说过往呢，啊，于理不明，啊，有无边故啊，执着一边，啊，断肠二见，还是呢生死涅槃边。所以呢，罪亦无边，罪就是过失啦，而过失呢也是怎样啊，很大无量无边。尽菩提心遍离法界，起无作善亦遍法界，翻破习片空无作恶也。说现在发菩提心遍于法界，那法界无边，所以呢啊，这个心也无边啊，所以菩提心遍于法界，起无作善，无作无漏的啊，不执取利于一切众生啊，亦遍法界，来翻破过往啊，这个遍空无作恶也啊。说作狮子情，于弦断绝，即此意也啊。那这一边呢，就是在指呢发佛圣之心啊，作狮子情啊。于弦断绝，狮子啊，这个呢，狮子说百兽之王啊，所以呢，佛说法说叫做狮子吼，能够降服一切外道，破除一切外道啊。那这边就讲作狮子群啊，就是讲佛圣无上大法，于弦断绝啊，不但是外道。啊，断除一切外道，破除一切外道，而且声闻缘觉菩萨圣皆不能比。七修功补过者，说三地道平，即是菩提宝具陀罗尼。哎，宝具陀罗尼就是怎样呢？啊，这个三昧呢？啊，三地的道平就是呢，出世间啊，三昧之华啊。是行道法去涅槃门啊，他是呢解脱道，能够去向于涅槃。如此道品念念相继，即是修功补过啊，念念呢以三地相应啊，那安住在无漏啊空性无生实相中，那这个就是修功补过。说习执于见，未为涅槃。啊，一见不动，不修道品，设令动摇入无，如去不从，虽一见动，亦不能道品。说啊，过去执着于我见，认为我所认为的是解脱道，是涅槃啊，所以呢，一见不动，不修道品啊，所以于我见不为所动啊，不能过呢。修持解脱道，啊，设令动有入无，如去不从，啊，所以见动亦不能道平。说呢，若是啊，让他动有入无，也就是什么样啊，破有入到空，啊，假设能够令他断除这个执见，但是又落入到什么空门，啊。哎，这样子就好像什么呢？屈不从，虽一见动，亦不能道平，啊！虽然一见已经有动了，啊，以前只有，现在呢，直空啊，这个样子也不是怎么样啊，解脱道啊，屈不从。哎，什么叫屈不从？哎，说这个虫呢，哈，在那个地上。你脚踢它一下，它就呢，哎，
他就弓起来往前走一步，啊，你再踢他一下，他又弓起来再往前一步，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啊，说虽鱼渐动，亦不能够到平。虽然呢、啊，他的执剑呢已经转了，但呢，哎呀，也不是解脱道，啊，以前只有，现在呢，啊，直空，啊，说啊，今之有无，是见不止为实，是名渐动而不修道平。说现在知道呢，有无就是空有啦，啊，是见不止为实，也叫不执着空有，啊，不执着空有，说是名渐动而不修道平，哎，我只是不执着而已，哎，那不执着呢，哎，跟修道一不一样呢？啊，这个是两回事啊！哎，有很多人呢，哎，他讲我不执着，哎，跟人家讲不执着，哎，哎，既然讲不执着，他还执不执着？哎，他很执着，一个不执着，哎，哎，而且他这个不执着呢是怎样啊？凡是于己有弊。哎，他就不执着，以自己有利呢，哎呀，他就非常的执着啊，哎，所以呢，今之有无啊，说就像现在知道空有啊，世间不止为实，它不是真实的，空有都不真实，这个叫渐动啊，不修道平啊。若破悉诸见，行以道平，是名渐动而修道平啊。若破悉诸见，破悉啊，这边是属于什么啊？悉空观啊。这个若是透过悉空观啊，入到性空无生，如是呢修行解脱道三十七道平，这个叫做渐动而修道平。又体见即空即假即中啊，即空即假即中是什么？是什么教？哎，是圆教法界观。哎，即空即假即中，即言即者，说啊，于见不动而修道平，是为修功不以众见之过也，哎，啊，于见不动，啊，而修三种道平，就是修空观、假观、中道第一观，啊，是为修功不以众见之过也。众见之过是指谁？哎，是指别教的次第观，哎，现在说修圆融观，啊，补呢别教次第观的过失，啊，那这个叫做修功补过，啊，所以这里破世间建立小圣，啊，然后呢，哎，这个。建立大圣啊，然后大圣呢的原教破全教啊，八守护正法者，说其守护不令他破，方便申通。所过往呢，我们爱惜啊，守护呢我的我见，不令他破，哎，不让人怎样啊？哎，破除你啊，哎，所以若是有人呢跟你呢不同的意见，我们就会生气啊，所以呢我们过去呀，为了爱护呢我执我见，哎，不令他们破，所以我们会想着怎样啊，种种的方法来变通啊，维护我们自己，说啊，现在一样，今护三地
空不令见破。哎，现在呢，我们呢护持这个三谛之理，啊，说无生之理呀、啊，哎，不令怎样啊见破，啊，此理不可以怎样啊不可破，啊，若有留智，善巧生宏，哎，王生纯华，说若有留智，若是于理不明，对不对？我们应该怎样啊？善巧方便。啊，加以宏通，啊，乃至为法忘妻，啊，说有如父母负其子，使翻破毁善事也，啊，哎，这个就好像呢，父母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啊，那这里毁破怎样啊？哎，这个翻破毁善事啊，久念十方佛者，说啊，习福见毒，常无厌足。如渴思饮，说啊，人渴了就想要喝水，哦，我们过去呢也是一样，啊，这个邪见呐、啊、深入，啊，受毒太重了，所以，啊，这个可不可以改过？哎，说很难，啊，说又一二思，加以咸水，哎呀，这个自己的自见已经不对了，现在又遇到呢。啊，恶的善知识，哎，有没有恶的善知识啊？有没有？啊，对，也有恶的善知识，啊，教你做坏的，啊，教你不正确的自见，啊，所以又一二思，如加以咸水。哎呀，人已经呢吼、哦、都口渴了，啊，那个水还怎么样？加上盐巴，哦，那越喝不是越苦吗？对不对？啊，所以说以苦舍苦。我慢精高，惨心不实，以千万亿劫不闻佛名子。说啊，如是呢，以苦舍苦，啊，哎，这个《法华经》里面呢、啊、有一句呢，哈、啊，说啊，说我们的众生啊，以苦欲舍苦，哎，这个欲望是苦的。但是我们呢，啊，用它来怎么样啊？消除我们的苦痛，就好像说说什么呢？好了，说现在，哎，我们想买一个手机，嗯，买最新的手机好不好？当然好啦，对不对？好了，一只需要40000块，哇！但是我的薪水多少？啊，我的薪水才有20000块，于是乎呢，我要怎样啊？为了买了这个手机，我要怎样啊？不吃不喝，对不对呀、啊？哎，至少要多久？2个月可以啊，又要房租，又要日常生活，至少也要怎样啊？3个月，对不对呀、啊？3个月买了好不好？哇，这一下满足自己的内心，太好了。但是月底到了，说不好。哎，这个电话费又很多。经过3个月以后，我的新机，哎呀，又变旧机，新的又出来，我又想要追星族。哎呀，那这个样子有没有办法离苦？没办法离苦，啊，哎，所以这种啊，以苦舍苦，我慢精高，惨期不实，说啊，千万亿劫不闻佛名字。为什么千万亿劫不闻佛名字？是不是佛不要你？不是，因为呢，你的思想见解完全都是错误的，完全都是错误，啊，所以呢。未来你可不可以听闻佛的名字，与佛来学习？没办法了，没办法。啊，哎，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啊，哎，这个有人提倡自信皈依，大谈圆教理。我们不需要出家人，
我们不需要寺庙。哎，佛说自性归一，你就是佛啊，你记住佛一切功德，自性归一就可以，不一定要去找出家人，不需要。哎，在家用功就好，不要寺庙。哎，不要到处跑啊。哎，在家楼顶上三楼顶就好。那你说这些人，第一个出家人不要，你要知道有出家人就有什么，就有佛法，有出家人有佛法，他住的地方一定会摆佛像。哎，那你不要出家人，再来呢法义也没有，再来呢佛像也没有，佛法僧三宝都没有。你要知道哦，今生今世你都不要三宝，你只是自性归一，在那边念阿弥陀佛，去到阿弥陀佛的地方，你要不要阿弥陀佛？要不要啊？再听一遍，你都自性归一，大谈圆教理，哎，我是礼及佛，我具足佛的一切功德。我们讲过的，我们只要把它显现出来就是佛，对不对呀？ 好了，现在我不需要三宝，哎，我在我的自家三楼顶上呢，哎，用功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好，不小心让你往生了。你要不要阿弥陀佛？啊，不要。为什么不要？对呀，我自性皈依就好了，因为我执我见，我只要自性皈依就好，对不对呀？虽然念阿弥陀佛让你不小心往生到极乐世界，你想你会要阿弥陀佛吗？你去到那里一样，我自性皈依就好。好了，你若是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一样在这里生死轮回，来生来世你会不会来学佛？你会不会来听法？你完完全全都不会。因为我的过去世呢，我只要自性皈依就好，我不要三宝，我不要寺庙，我们不护持道场。每个人都跟你这个样子，那道场有没有办法维持？也没办法维持的。道场没办法维持，哎，出家人有没有办法生存？还有没有人要出家？也没有了。好了，道场没有，出家人没有了，佛像没有了，出家人没有了，法还有没有？没有了。啊，所以呢，有人呢，这个大谈圆教理，鼓励大家。不需要去道场，不需要去寺庙，就在呢哈这个三楼顶上的这个铁皮屋里面，在那边大叹这个自性皈依哈，会害死你自己。你现在不要三宝，将来你也不会要三宝的。哎，让你去阿弥陀佛那里呀、啊，你还是我执我见很重的，你懂不懂？我要自性皈依。哎，在这里娑婆世界。你都不要释迦牟尼佛了，来生来世还会不会要啊？你也不会要，哎，所以这里在讲啊，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右翼二师加以咸水，我慢金高产期不死，一千万亿劫啊不闻佛名字，因为你种的都是什么邪的，都是邪的，都不正确，啊，所以正当的法水可不可以流入啊？这个没有办法。啊，所以说今念三地不来不去即是佛，无生法即是佛，常为地理所护，是翻破啊这个狭二有心啊啊，所以心经啊这个什么心心安住在三地中啊，即空即假即中啊，法界观理不来不去啊，那这个就是佛了，无生法即是佛，所以我们说见法。如见佛，啊，哎，所以常为地理所护啊，护持地理，这个就翻破呢狭二有心啊。
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啊。啊，我们回向，我们请大家合掌，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